将阮现代感的艺术作品出现伫中亚艺文中心这种古色古香的园区内底是真特别。这件的作品是艺术家徐婷以摄影的观念做思考，将中亚园区的古迹变作是抽象的作品。我看一下他的作品嘛，看照片的感觉的时候，就觉得哦好像很不错。可是看到现场的时候，大家应该跟我的感觉又不太一样，就是没想到在我们的古迹这栋古迹中啊，可以看到这样子线条很简约，然后用色很简单的艺术品吼。艺术家讲到这些作品，伫窗仔外看起来，每一种光线甲光影的变化，照着翕相拢会当体验到无同款的感觉。伊嘛鼓励着来看展览的民众会当提手机啊起来，做回来翕相。因为过去我其实在这些几何的极简的色块啊等等都是我常运用的元素，所以等一下其实也很鼓励大家就是在看展的过程可以多用自己的手机相机去用不同的角度去发现自己对这个作品观看的角度。这次画在阳光里艺术展览，对20号开始，展出到一个大型的空间装置，甲200作品，邀请大家做回来欣赏，和大家体验到看古迹无同款的方式。蓝天新闻，齐家龙、林建明、满岛彩虹报道。